来，服务员吸一下。吸什么？可是很烫，要吹吗？吹过了，吹过你负责吸掉。你先拿，你先拿。哦，我今天怎么那么正啊？我现在来到宜兰，然后跟阿布、还有小佑、还有本娘他们来到这边，来三天两夜玩。然后我现在用那个新相机拍起来好美哦，你们不觉得超美的吗？哦，我今天怎么那么正？然后因为我其实不知道这次来宜兰会有什么行程啊，所以等一下就跟着阿布行动，他是我们高潮国小的班长，跟着班长走就对了。那我们就出发吧。太夸张了，汗流浃背。西摩啦，迄本少竟然无灵气啦。哈哈哈哈哈。本少有灵气啦。没心情。我跟你讲，我最压抑是刚刚有人上厕所，我直接拿进去了。你有拿进去吗？我直接拿进去，我讲我要上厕所是。要掏也不是，不掏也不是。怕他吗？哎。民宿了吗？老板，我们这么湿。先去 check in。那我们要去民宿喽。Go。我们现在到民宿了，刚办好那个 check in 的手续。这一间叫水云间，名字还蛮特别的。然后我进来之后呢，它其实客厅很小，小小的一个，然后它是楼中楼，然后旁边是厕所。小巧的厕所，然后他房间在上面，很单纯的一个精致的小窝。对，上来就只有一张床，没了。本来这几天的打算是想说可能会去抛路亚之类的，就是去钓鱼，但外面这个下雨不知道会下几天，所以有点担心。阴阴的可以啦，但不要下雨。等一下可能会由阿布来做料理，然后跟烤肉之类的吧。好饿哦。来，服务员吸一下。吸什么？这个。可是很烫，要吹吗？吹过了，吹过你负责吸掉。你先拿，你先拿。都是壳，好软哦。很软哦。好鲜哦。这是藤壶哦，吃起来有一点点蚵仔的味道，好特别哦，第一次吃这个。深圳剥的很美耶，超美的。这个技术很可以，这花枝丸真的很好吃，很少让我说很好吃的花枝丸。这一间不好说。这酒味真的很浓，很久没喝那么浓的红酒了。平常都喝那个什么红曲红酒，不然就喝什么玫瑰红酒，那种比较甜。如果加苹果加就超好喝，可是这种我就不敢加，因为我觉得会破坏一瓶好酒。我今天喝这一支阿杰的爱心，他居然知道我喜欢喝红酒，居然拿了一罐红酒来这样。好香哦，好好吃哦。今天吃的肉干。叫不出啊，那是肉，肉，很好吃，很好吃哎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明天会去那个忍者公园。那是在干嘛的？就是当忍者啊。有忍者的游戏啊之类的。真的、哦，密室逃脱或者是那种恐怖的密室逃脱，我就觉得还蛮。应该是没有密室逃脱，但是有捆绑系列。捆绑听起来好像色色的。有捆绑系列的，我觉得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。会很兴奋这样吗？阿妹。
最喜欢吃蛤蟆了。嗯嗯嗯，好香。我看过那个大陆的那个赶海，他是去在沙滩上，可是他们大陆沙滩很大，我就想要去那种沙滩上面赶海，我觉得很好玩。我们去沙抓得到章鱼、啊，对对对对，我们就自己买各种海鲜，然后埋在沙滩，然后我们装作是沙滩弄开有没有？对，要拍啊，我觉得不错。一只那个土托鱼在里面，而且那点阅率一定很好，因为已经很多酸民在呛我们，就这么不要脸，怎么啦？夸张！哇，超大的，跟我手臂一样粗哎，好夸张哦！超大的，我的天！超浮夸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这个是那个刚刚那只虾哦，太厉害了！好，但我突然觉得一瞬间有在吃龙虾的错觉呢，明虾。它可以钓到很多很奇奇怪怪的鱼。快，各位赶快加我好友，送我物资可以吗？我好懒哦，你看下面还有满满的。珍惜哦，哎呀。游戏哦，美国进来的。你们在干嘛？喂，小心呐，地板很滑哎。那么开始玩水了是吗？听起来好像可怕，赶快先撤好了。我要玩。你过来，不要拍我，别站着，我能这样。大家都，我站就好了。过来。不要。现在我不要脱掉，我就下去。拔！你不要我拔！你自己脱鞋子，你自己说你要脱鞋子。我丢了嘛！No. Nope.吃了有点保健又饿了，有没有？勇者之拳，看我不会，看到我是时钟剑了，证明你是勇者。5 minutes later， 可能要等下一波哎。原住民喝米酒啊！你怎么是不酒不是不盐？我们是要去宜兰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算是一日游，然后因为我今天是用新的麦克风，新的这个你可以看，这是1:2的，我之前用的是1:1，我之后可能拍片的部分会很需要用到1:2这个部分，因为可能会跟别人合作嘛，所以你们到时候再帮我听听看，就是它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之类的。那今天的影片呢，就到这边结束了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小铃铛要开起来，那我们就明天见了，拜哦。